因为南瓜泥落去了后，汤会较汤会较好。在中埔西指导之下，所有学员依照指示，有的切菜，有的处理食材，大家为着学习烹炒以及野菜料理知识，拢无闲甲相当欢喜。有南投县故乡关怀发展协会向罗委会中区这份教书申请，提供四个就是顶民众来参加的烹炒野菜加工品制作人员培训班，已经进入其中的课程阶段。这四个各就是民众透过协会帮助，拢当免费来学习煮食的知识，加上伊当认识馆内为数众多的烹炒甲野菜植物，大家拢感觉受益真多。平常都没有接触，不晓得我们那个台湾的野菜这么多。都是可以食用的，又有药性的很多哦，之前都不懂的、哦。是跟融合我们平常在做的，应该可以自己再去创新或再利用，应该可以做很多的变化。这是要我们的将来第二春发挥的时机，所以来这边都我们都很认真的学习。那课程上有数科，也有学科，学科方面让我们了解到整个就业的趋势哈，一些法令规章方面的。那树哥今天所以看到了，老师都很教认真的教，同学都很认真的学，而且会互相切磋学习。我相信这个课程对每个同学都有很大的帮助，不能将来就业，或是说在家里上生活上都可以。那当然我们也很感谢正有这个机会，这个协会有这个机会办这个活动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参加。为了真正来帮助到失业顶的弱势民众，南投县故乡关怀发展协会向中区这份叫申请的系列课程，拢是完全免费，希望会当帮助因学到一技之长甲专才，辅导因找到适合的工作。所以它整个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设计，让学员说真的在这部分能够学到东西，学到技能。那还有就是说，我们这班因为是失业民众，所以我们职训局在这部分，让这些很特殊的民众呢，他是免费100%的补助款，完全免费来上课。但是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身份，像一般自愿性的民众，他可能就政府有补助，是补助80%，那20%是自付额。南投县故乡关怀发展协会也强调，相关的这份课程已经陆续来开班，也欢迎有需要的民众会当到院网站查询相关的消息。记者金鹏山采访报道。